大家好，今天你要来跟你分享的吼，有一种人吼，就是这件代志也使做，啊，不过你袂使做，这有做啥物哈？双标，双标的韩文安怎讲呢？내로남불，这是一个缩写哈。原本是내가하면로맨스，남이하면불륜。내남친은애인사이라면이성친구를안만나는게예의라고해。뭐그렇게생각하는사람이있더라。근데걔는여사친이랑술도먹고밥도먹고심지어밤늦게까지얘기도해뭐여사친이랑만나고밤늦게까지도얘기한다고我男朋友讲吼，那是男女朋友，麦甲别个异性朋友见面吼，还是种礼貌呢？对，有会安尼想的人啦。啊，不过伊咧，甲伊女性好朋友斗阵饮酒、斗阵食饭，甚至开讲到暗呢？啥？你讲伊参女性的好朋友见面，而且佫开讲到暗暝？어렸을때부터알고있는저친이어서이성으로안보인대야그게내로남불이야그럼너도남사친만나러가이건어因为那是细汉时阵识识好朋友啊所以袂使个当作异性来看啦嘿还双标呢哪里你咪去见你的男性朋友啊